阳，给了宁波恢弘事业，让它兼收并蓄，开放包容。海洋给了宁波硬核力量，让它务实笃行，奋楫远航。从海上丝路到中欧班列，从货空世界到服务全球，第一大港通达四大洋，链接五大洲。在建设现代化滨海大都市的新征程中，我们要拿出到大海里游泳的气魄，以海纳百川的胸怀，搏击风浪的斗志，勇立潮头的追求，奋力创造无愧于时代，无愧于人民的新辉煌。推进六大变革，聚力打造六个之都，率先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路径，全面展现共同富裕美好图景，充分彰显硬核力量，集合功能，滨海形态，优良生态，文明典范，国际风范。扬帆正起航，奋斗正当时，站在新的历史起点，宁波已吹响加快建设现代化滨海大都市的号角。宁波这颗东海明珠必将焕发出更加耀眼的光彩。